曾意气风发去了罗斯怀为家，红尘万民月月永何发。我们来到预言经门口，颓废遁地，这里也可以拍拍照。越过预言机的门，往后面的山洞飞。这里是第二个景点。进入地图，在先祖旁边遁地。游出水面，落下去。这里是封面的景点，需要烟花的衬托才好看。